近日，黄圣依工作室释出一组最新大片，一身牛仔 look 搭配一头飘逸长发，演绎牛仔风穿搭。她一抹红唇配卷发，率性中透露出鲜明独特的时髦感。樱桃耳钉点缀，细节处更显精致俏皮。这身造型真是爱喽！这一套闪钻的牛仔套装，在萧索无味的秋日中，以独具的魅力占据时尚圈的主导地位，轻轻松松就打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时髦感。蓝色牛仔自带复古的摩登风范，短款的上衣外套轻松分割上下身，呈现神采的黄金比例，露出一截白皙纤腰，形成了视觉的冲击点。利用闪亮的小钻石增添亮点，打破了牛仔套装的单调，轻松传出时髦的感觉。黄圣依在牛仔外套中搭配一款短款拉链白色抹胸，短款露腰抹胸版型能够将纤瘦的身材曲线完全呈现出来，同时抹胸在设计上也十分有看点，采用拉链的款式，吸睛效果超赞。她妆容精致，轻盈无厚重感的滋润美妆效果，看起来清纯优雅，柔顺的长发显出她满满的女人味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